感谢尊敬的副台长。你好。我是39年的兔子。39年的兔子。啊，你想问什么，老妈妈？我想问一下我的肝上的囊肿，我那个肾上有囊肿，情况怎么样？拿了以后的话，需要多少张纸？啊，老妈妈告诉你啊，你现在肝上这个囊肿啊还可以，现在没有扩大。台长看呢，这个肝上囊肿呢就这么一丁点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啊，你过去查出来过的，医生呢应该叫你动手术。对。鼓掌。然后这个肝上的囊肿现在没有变大，台长劝你先不要动手术。你如果照台长说，你每天能够念49遍大悲咒的话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囊肿绝对不会让它长大。但是你必须不能吃活的海鲜。是的。你已经我不吃了，不吃活的海鲜。然后呢，你要放生，好不好？放生对了。再许个愿，我告诉你，这个不会治你致命的病，你致命的病是你的心脏。你的现在虽然没有心脏病，但是台长看这个图腾，经常胸闷气急，心脏不舒服，对不对啊？对。老妈妈回答的响亮，台长再给你看下去。再看一下我的肾脏。哎呦，这么多毛病。右肾也有囊肿。是属什么？再讲一遍。39年的兔子。啊，老妈妈，肾脏有点麻烦了、啊，已经影响你的泌尿系统了。听得懂吗？听懂了。你小便不好啊。啊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右肾囊肿。是有一个女的跟你长得很像，年纪也差不多。你有没有姐姐妹妹过世的？有姐姐。明白了吗？老妈妈，我告诉你，台长帮你看出来就能救你，好不好？好。他要求不高，你全部给他念完78张小房子，好不好？好的。好了，假的呀，真的一直问下去了。那是在肾脏上面是78张，还有那个肝上的呢？什么？肝上？你刚才说的是肾上的，就是你这个姐姐。肝上的话，你念小房子再加24张。这是一般的，把它灵性去除。你呢，过去呢，台长看刚刚看你这个图腾呢，好像过去有过杀业，小杀业，比方说杀过鸡啊，杀过鱼啊，或者杀的太多了。非常正确，我杀过鸡。台长停不下来。好不好？好了，妈妈可以了。我现在还想问一下，我念的是礼佛大忏悔文3遍，心经7遍，还有那个总提神咒是21遍，大悲咒是27遍，现在还需要调整不调整的？需要再啊，老妈妈，你大悲咒要念21遍。现在念几遍啊？27遍。好，可以。心经呢？心经7遍。啊，多一点，念11遍。啊、哦，好不好？准提神咒念49遍。啊、哦，好吧，你给自己延延寿，念一个圣无量寿决定光明王陀罗尼，每天给自己念49遍。啊、哦，好不好？你再加上放生，你看看，我告诉你，台长包你活，没问题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好了，老妈妈下去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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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去了。好了，可以了，问了很长了，给人家这么多人了，老妈妈好吧，给这么多人了啊。
啊，谢谢谢谢老板，好，大家鼓个掌，谢谢大家。